第二十题，用手去触摸同为十度 C 的木块和铜块，对于手的感觉及其原因之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这个是我们上课看过一个影片中的叙述的像现象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温度下，用手去摸金属的时候，会感觉比较冷，那是因为它能够比较快的把我的热量导走，所以导热性比较佳。这不是因为比热的关系，如果因为金属的比热小，那它应该是温度上升比较快，那么你会感觉到会比较热才对，而不是感觉比较冷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对于手的感觉及其原因之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感觉铜块较冷，因为铜传导热的速率比木块快。